这个是小礼物，可是你看，很像水晶宝宝的颜色哎。嗯。啊，那你要吃一口水晶宝宝啊！哇塞！我吃的。吃这个。哇，真宝宝。吃太饱了。那我等一下给他吃光光。嗯，还是你要分妈妈吃一点。嗯，你要吃吗？你要说妈妈，你请问你要吃吗？要吃啊。对呀，哇，闪闪发光哎！啊，它为什么会闪闪发光？很像。一个超大的宝石，哦吼！那你吃饱了吗？还没。我吃不完，这个太大了。吃这么大的布丁啊！哇啦哇，这太大了吧！吃不完，明天还可以再吃。真是太好吃了，三三三，我橘子口味的布丁，我小口一点，不然等一下又去打到鼻子了。哇塞！爷怎么给人家吐出来？要大口。不可以这样吐出来，要用小口一点哦。哦，吐出来很这样子不好，会有细菌。好。